我这一句话都摆上了。哎，听话，快快！这马呀，最开始办了一桩子得下来。现在这还行啊，这早先我给搁那个万宝红站画出来了，就在那走。你闹不闹了这马？这是好马。啊，一闹不闹？看人家马的蹄子那毛。这后期他妈的腿坏，蹄子。告诉他，告诉他有交警。往手上砸，二哥。嗯呐，大侠得生气呢。大侠干点啥？真生气。这顶子整的好，我整的好。那回我整那个，我整那个，反正说结实不好看。这大钉子啥？还有搞洋钉干的呢。嗯，这回打这钉子长啊。这不是给那个。山里院打的钉子短的不行，钉子短它钉那个出不来，它那个这些腿搁这提拉着呢。我做足疗的时候挺得劲儿的，你这咋的？瞅着不难受呢？啊？瞅难受呢？马上整完了啊、哦！哎呀，要爬杆儿啊！马上完了啊、哦，别着急。净吃，那可不，还家伙一天还净吃水果呢，还。嗯啊，听话。那马长得好不好？那不好，那马没他好。没他好，差不多。那马差了，那也塌了腰。那马腿儿，那马腰塌了。你买低的走的，粗的走的，那得多钱？完事了，装车回家了啊。